张子萱早年模特照曝光，脸大还撞脸赵丽颖，网友路人都比她好看。2015年初，一个叫张子萱的18线女艺人可谓是被黑得体无完肤，什么婚内出轨啊，零演技啊等等，就算好的也能给你说成差的。但是不得不说，虽然被炮轰的厉害，但是人家反而靠这个火了。像当初没有这事儿的时候，谁知道张子萱是谁啊？这不，现在全知道了。但是说真的，单从照片角度来说，张子萱她真的漂亮啊，而且是美的没有攻击性的那种。关键当了妈妈之后好像更好看了，84年出生的虚岁今年35了吧，皇马没有少女感。